五官堂之五官，未成道业，方受此食。受此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成就道业，对于食物本身的味道优劣好坏不用执着，粗茶淡饭又何妨。吃下食物是为了维持身体的健康，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。在此基础上再进进奋发去修行成就，这才是受此食的最终目的。用斋时要存五官之想，认清用斋的目的，兼顾修行的心，这是修行过程中重要的环节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